红烧羊排怎么做不膻还好吃呢？这个做法你收好了，羊排冷水下锅，放葱姜、料酒，焯水后倒入砂锅，爱吃辣的放几个干辣椒，橘皮的加入是去除膻味的关键，再放一袋红烧调料包，其他调料就不用放了，倒入我家的水没过羊排，中小火慢炖40分钟，再加配菜炖10分钟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爱吃的快学起来吧。